今日的组合，明日的天团，加油！这样多人看住我们，很压力。神经病，怎么办？有时候呢，玩乐团呢，不一定要唱得很美，真的。有你的心想的不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声音很有辨识度。我说我哭，我等待。那你那么女生可以打鼓？等一下你们看。加油！因为新加坡产生出最酷最耀眼的本土第一天团。如果是你，非常 super band。6月16号星期一晚上8点，一路频道。